没有，我就跟你们讲哦，这把一定是莱利，我们可能烧了图，还不是这张。哎，这把图腾流我们先垫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恐惧范围有增加八公尺。有一个好像进柜子哎，嗯，我记得刚刚看到有个被电的啊，我就知道有人在柜子里。老哥，我都翻旁边的柜子了，你还不出来？啊，有人在那边给我修发电机耶。这个位置很棒哎，它的出口就在这一侧。我这边要退一下，然后让他去叠吞噬希望，不然我吞噬希望叠不起来。他们一定会想要回去修那台，看吧，我觉得他们肯定想要修那台。这个人是刚被我玩物扁，所以他感觉不到心跳吗？问他刚怎么都没有动，刚看他就一直站着不动，不知道干嘛，还是他外送来了，他去拿外送。这里面很多哎、欸，老哥，你不要往那边跑啦，我没办法过去那边啦，那边有个结界，我是过不去的。你以为他要帮黑妹是不是？他好像是没有这个想法，而且黑妹是满血，应该是黑妹帮他才对。这台进度有点高，应该在这边修。只有这个人在、欸。OK， 他这边翻不过去，被我电到了还想翻啊。哎，怎么又修一台？老哥，冷静点。真希望加速咯，他是往那个方向走了，他为什么一直往那个钩子上走？我不想过去。哇，那个人用战友散爆自己下来耶，但我好像没有跌到第三层耶。还在修，老哥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手机哦？
哎呦！哇，这个操作有够丑。哎，我的声音好叠好慢哦，然后叠弹有点叠不太上去，都还没走到底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救之类的。哎呦，还要这样子，老哥，你等我走远一点再救行不行啊，老哥？OK， 叠到三层了。因为这边刚刚看到有一个人啊，像有个人被电还怎么样？你真的蛮讨厌找人的，我其实不太喜欢追那种会躲起来的人类。没事，我现在有三成，我现在可以开扁。想不到吧，一刀倒！来这边给我修啊，你们两个！现在要开始快乐喽！有没有？我现在这边三层喽，我要开始快乐了，各位。OK， 刚好扁到。他们现在就要忙着去拆我的图腾喽啊！各位玩到中后期，可以开始快乐了。赶快救啊，黑妹！哦，有了四成喽，然后再救一下那个 Ada， 医生叔叔就可以快乐的斩杀喽。哦，算你倒霉，刚好遇到我。五成了，小朋友，这边你只要倒了，你就出事了。恭喜你出事，你就是第一个被医生叔叔诊疗的人，哈哈！哦，哈哈！电藤椒阿巴，哈哈！我这边是想偷摸我的图腾啊，小朋友，医生叔叔不喜欢坏小孩哦。哦，我记得这个 Ada 也很皮哦。哎呦，怎么又有这招？这啥？还是该是又是手机？抓到你喽！你也很皮。医生叔叔最喜欢治疗坏坏的小朋友了。嗯，又垫一个加八，你们要好好感恩啊，就是不感恩，才会被医生叔叔好好的诊疗。完了，怎么突然感觉好快乐哦？这个心情怎么回事？好嗨哦，这个感觉。医生叔叔现在停不下来哎。哦，他们现在都躲起来，不敢修嘞。我这是在教他们学会感恩啊。
哦，你好像就是下一个要感恩的患者哦。啊，医生叔叔抓到你喽！不是啦，吞噬希望跌到五成真的很好玩哦。这边想要找最后一个出来哦。你怎么还敢修？医生叔叔不喜欢坏小孩，要狠狠的给你个诊疗。哇，变得更黑嘞！哦，你就是最后一个患者了。我宣布，这次的出诊圆满完成，四个病人都被我好好的诊疗了一遍。想必他们回去之后一定会更感恩。那边我宣布，四位毕业出院喽！哈哈，